来佛三圣咏思集序，净空法师。净土法门为末法众生主要得度法门，以其微妙难思，故至易行难信，有赖历代高僧大德出世表法，树立典范，令未信者生信，已信者坚定信愿，同得往生净土，圆成菩提。河南南阳来佛寺贤公老和尚为当代稀有难得之净宗高僧，以92年之深信切愿笃行，行住坐卧一句弥陀念到底，即至功行圆满，成就之高不在历代祖师之下，可见净土法门之殊胜圆满。2013年元月，贤公欲知实质，自在往生，以一生表法证明极乐世界真实不虚，阿弥陀佛真实不虚，为无量寿经做正传。观其毕生行持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不仅为净宗学人之最佳典范，亦为一切佛门弟子树立修行榜样。贤公圆满落实净宗行门5科，净业3福、6合敬、3学、6度、普贤10愿，兹列数如下：1. 净业3福。1. 孝养父母。贤公孩童时即以孝行闻名乡里，自幼辛勤劳作以贴补家用。父亲早逝，后以兄弟相继过世，贤公接母至寺奉养达27年，后为母念佛诵钟，每年不忘祭祀父母祖宗，充分体现孝道精神。奉事师长，于艰辛岁月，贤公独立奉养寺里5位年迈长老，直至彼等一一念佛往生。文革时期，甘冒生命危险，历尽艰难，力保传戒宫之灵骨免受毁坏。一生奉行传戒宫老实念佛之教戒，严守不张扬己能之训示，每年祭祀时节必祭拜师长灵塔，充分落实尊师重道之德行。孝亲尊师为一切德行之根本，贤公真正落实孝敬二根，为其一生成就道业扎下坚实基础。慈心不杀，贤公一生慈心爱物，真诚善待一切众生，每次下田耕种之前必一再绕行田地，告知土中众生回避，敲镐下地，诸虫躲避，若伤性命即生佛地，然后念佛一会儿方开始耕种。常施食于猫狗等物类，并借示人们当以平等爱心对待，千万不可加以伤害。修十善业，贤公善护身口意，落实十善业，符合无量寿经所言：善护口业不及他过，善护身业不失律仪，善护意业
清净无染，且勉人善护三业。曾曰：宁可昏口念佛，不可素口骂人。又戒人不可说话口满，不可心生恶念。二、受持三规。贤公自幼皈依三宝，出家后严持境界，老实修行，不愧为僧宝之一员，时时保持觉性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刻骨铭心，即皈依自性佛宝，正知正见，正念正行，即皈依自性法宝，六根清净一尘不染，即皈依自性僧宝。具足众戒。贤公持戒精严，于戒坛所学皆认真落实，并以持戒勉励后学，常曰：出家人一定要守戒，要注意威仪，做人天的好样子，不守戒没有人欢喜。不犯威仪。贤公行住坐卧威仪庄严，文革期间拒绝还俗，保持僧宝形象。曾曰：学道当知心是佛，修行应以戒为师，出家再返家，不如不开花。三、发菩提心。贤公若冠感悟轮回路险，死生事大，真为出离生死而出家。出家后以成佛度生为志，故屡世人拜佛要拜出自性，拜出清净心。又言：只要心里清净，只有阿弥陀佛，不装别的事儿，不会耽误成佛。深信因果。贤公幼年时受亲戚恶因恶果事件启示，明白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，一生奉行母亲为人要和善宽厚，不可作恶造罪之庭训。童年感悟心念巨大威力，故一生不敢怨人恨人，出家后专修念佛法门，更深信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之真理。读诵大乘。贤公虽不识字，然贤悉大乘要义，佛性真如之理了然于胸，触问即答，妙语连珠，公案典故随手拈来，无不偏僻入理，发人深省。是虽未读外在之大乘经典，实则时刻读诵内在本具之大乘经典，与六祖慧能大师同行。劝进行者。贤公常勉人老实念佛，常曰：搬柴运水无非世道，粗茶淡饭皆是修行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儿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又言：好好念佛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二、六合敬。一、见合同解。贤公具足佛法之正知正见，故与海默等三师于桐柏山塔院寺结庐共修时相得甚欢。贤公秉承净宗正见，曾云：咱这里是专修念佛，不搞经忏佛事，宁可没有庙，不能没有道，宁可没有人，
不能没有法。无论住址任何道场，皆与大众见和同解，和和无间。二，戒和同解。贤公善于以戒勉励大众，做到扬善于公堂，归过于私事。曾善巧小遇众居士，俺这是小庙，吃的是苦的，穿的是补的，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，能受苦才能了苦，你不来我不怪，来了就要守我的戒，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。三，身和同住。贤公为人忠厚善良，一生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待人一团和气，大众皆乐于与他亲近。遇海默法师等当代三位大德结庐时，虽所修法门不同，却能和和共住，精进互勉，此为末法最重要之示范，盖当今和和僧团时不多见也。四，口和无争。贤公语业清净，未曾听说他与人争吵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。常言，跟人不要争高论低就没烦恼，仁者自安呐。五，义和同悦。贤公性情温和，从未有人见他发脾气，从未令大众起一丝烦恼，故无论行至何处皆受人欢迎。常对弟子言，在我眼里一切都好，没有啥不好的，见啥都说好，见啥都高兴，心里才能经常充满法喜，心里才能清静，才无烦恼，才不生气恨人，没有这好那坏之分，也没有这好吃那不好吃的了，一切都随缘，心里就安心踏实了。六，利和同均。贤公一生尽己所有以供养大众，有人来寺居住，即提供寺里物资，尽量满足对方需求。三，三学。一，戒学。贤公严持境界，律己秋气，待人春风，出家九十余载，持戒善始善终。二，定学。贤公坚持定课不断，每日清晨三时即起身拜佛、绕佛、念佛，常言心专无难事，与经云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同出一辙。念佛功夫达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故能工作不爱念佛，念佛不爱工作。三，慧学。贤公道行高深，智慧如海，正如其言，我啥都知道，然又沉厚不言自身境界，但有许多事件可证其确具未卜先知之能力与无所不知之智慧。四，六度。一，布施。贤公一生为众辛勤工作，直至往生当天仍整天工作于菜园，是为内财布施。一切物品包括所有农产品皆欢喜施与需求者，是为外财布施。
贤公言行身教，免人看破放下，老实念佛，是为法布施。贤公无比慈悲，照顾病人，救济灾民，乃至对窃贼亦加宽慰，令其免于怖畏，是为无畏布施。二、持戒。贤公一生持戒精严，威仪具足，落实摄律仪戒，一生乐善好施，勤修善行，落实摄善法戒，一生全心全意利益众生，一切为众生着想，落实饶益众生戒。三、忍辱。贤公忍辱功夫了得，一生未见其发过脾气，遭诬陷时安忍不变，诬陷澄清后对造谣者毫无指责埋怨，遭到无理之打骂时默然承受，安忍不动心。诚如所言，他打了算是给我抓痒了，唾沫吐到脸上当是洗脸了，跟人不争高论低就没烦恼，仁者自安呐，是为乃怨害人。一生忍苦耐劳，艰辛清修，吃的是苦的，穿的是补的，日间劳动累得头昏眼花，夜间仍整夜念佛拜佛，是为安受苦忍。了知诸法如幻，信解佛性真实，心无妄动，安然忍可，诚如所言，老实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，是为地察法忍。四、精进。贤公发菩提心，不畏艰难，精进不息，不许念佛时急于内心默默念，不许拜佛时急于夜间悄悄拜，无论闲忙佛号不断，是为披甲精进。一生勤修善法，与道相应，弃而不舍，虚于不离，是为摄善精进。非但净化自心，且普利众生，度生不倦，是为利要精进。五、禅定。贤公念佛躬身，早达三昧之境，曾言，不要以为念一句两句就行了，不念到一心不乱不算念佛，心中恒常念佛，无有间断，乃至开显智慧神通，以沉厚不言。念佛三昧为无上深妙禅，一名宝王三昧。六、般若。贤公一句佛号念至明心见性，深悟众生本具之离体实相般若，故能说出拜佛要拜出自性，拜出清净心呐。贤公时时念佛，即时时观照实相，故言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，是为观照般若。贤公善巧分别世间诸法，什么都知道，而又沉厚不言，唯遇必要之时方略显所知，以利济众生，是为方便般若。五、普贤十愿。一、礼敬诸佛。贤公恭敬一切众生，
对母诚孝，对师恭敬，并将此真诚恭敬扩展至对待一切人事物，从而体现礼敬诸佛之行持。贤公从不在拜殿上拜佛，总在地面上拜，对佛恭敬至极处，是为礼敬过去佛、现在佛。见有猫狗等物类，总是分食于彼，并主人不可伤害，言这都是众生，跟咱们人一个样子，都有灵性啊，是为礼敬未来佛。二，称赞如来。贤公极力赞叹讲经法师之功德，又每提及结庐共修往事时，无不极力赞叹其他三位法师修持功夫。贤公此生最后即表僧赞僧之法。2013年元月13日，当居士们携《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》一书前来看望时，贤公如见盼望已久之宝，无量欢喜，立即穿袍搭衣，持书主动要求照相，表达内心期盼佛门团结之愿望。表此法三日后，即安详自在往生，一生表法功德圆满。三，广修供养。贤公一生力行广修供养，内财供养体现于其一天到晚都不闲着，还什么活都干；外财供养体现于其以粮食供养僧众及救济百姓灾民，居士们供养之钱财全数留于所在之道场，作为放生或印经之资。法供养体现于其言行身教，劝化大众念佛，一生奉行传戒师教戒，一句佛号不拐弯，是为如说修行供养。时时以具体行动利益众生，念佛度化无形众生，是为利益众生供养。亲切和蔼慈悲，令众生乐于亲近受化，是为摄受众生供养。承受阿弥陀佛嘱咐，为众生常年注视表法，是为待众生苦供养。每日精进念佛、拜佛、绕佛，对世间一切看破放下，对净土法门信心坚定，是为勤修善根供养。一切时修行六度，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不疲不厌，是为不舍菩萨业供养。时时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，时时念佛不间断。念佛念到一定时候，不管啥时候都在念佛。别看我在干活嘞，我还在心里时时念着佛嘞，是为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四，忏悔业障。贤公每日礼佛忏悔，乃至文革时期亦未曾间断，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，真诚至极处。一生无论闲忙，佛号从不离口，做到所谓守口摄意身无犯，是为心地无非自性戒。诚如忏悔记所言，罪从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亦亡，心亡罪灭
两句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五，随喜功德。贤公随喜讲经法师之弘法功德，随喜结庐共修法师之修行功德，一生引恶扬善，随喜一切众生之功德，将随喜功德之行做到妙处。六，情转法轮。贤公一生重新祖庭，修复道场，令众得亲近佛法，朝暮熏修，即是情转法轮之行。赞叹讲经法师，令众对之生信、悦、闻，亦是情转法轮。为众方便开示，令得正信、正见、正行，是请自身转法轮。心不离佛，明心见性，则是请自性佛常转法轮。七，请佛住世。贤公一生修建十一所道场，其中不乏千年古刹，令佛法得以常住世间，是为请佛住世之行。佛不离心，彻悟自性，为众示现修持典范，则是请自性佛住世。八，常随佛学。贤公出生学佛世家，母是常斋如素，贤公自幼熏习佛法，善根深厚，一生身口意业无不契合佛法，活出佛法之精神，慈悲为怀，智慧方便为门，是为常随佛学之行。九，恒顺众生。贤公处处恒顺众生，见啥都说好，见啥都高兴，无论男女老幼、僧家俗家，亲近贤公，无有不生欢喜心者。信众要求照相时，贤公主动配合，满足其一切要求。百岁之躯，折腾辛劳，亦在所不辞，慈悲至极。十，普皆回向。贤公所修一切功德，皆回向求生极乐世界，一生圆满成佛，是为回向菩提。贤公所修一切功德，皆回向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是为回向众生。贤公所修一切功德，皆了知虚幻，无有一法可得，是为回向实际。无量寿经云，常习相应无边诸行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。谚语云，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。贤公一生真修实证，圆满实践无量寿经之教诲，落实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二十字，其成就之关键在于专精。虽不识字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亦能念至明心见性，推为净宗第十四代祖师，可谓实至名归，名副其实。我辈净宗后学，贤应学习贤公榜样，老实听话，真干，真诚清净恭敬，则
皆能成就敬业，圆满无上菩提。唐朝禅宗初一不识字的祖师六祖慧能大师，现代净土宗初一不识字的祖师海贤老和尚，则弥显净土法门之三根普披，博大精深也。印智法师与因缘生居士竭力搜罗贤公老和尚事迹，详编成册，以广利众生，功德无量。主序于余，原引贤公圆满净土行之事例以赞之，仅与净宗同修共勉焉。公元2014年，岁次甲午仲秋，世净空，仅序于澳洲图文吧。